馒头，我的出现是不是打乱了你的人生？嗯，对啊。怎么，难道你想跑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跑不掉了，因为我这辈子都赖上你了。傻瓜。你干嘛？脚疼，走不动了，要背背。好吧，那我就做你的人体搬运工吧。什么嘛，我有那么重吗？有一点吧。一二三，哎，馒头号出发喽！出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